有趣的事情啊。刚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教我很多好吃的台湾的东西什么的，对。然后另外想要跟大家分享比较特别的事情，是我拍完《爱情界限》之后，一个月后接到电话，想要加戏补拍我演的周梅子的在那边发现的过去的回忆画面。我觉得有那个画面，我的招式更明确完整，所以真的感谢公共电视跟导演的对招式的用心。是。其实公共电视导演啊，或者制作就是这么严谨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丝一毫这种小细节都不放过。而且呢，我们不会因为商业的考量，不会想说什么演员啊或者导演啊没有名气、没有知名度，我们就不找他拍戏演戏。所以呢，想看好戏、想看好的节目，看公共电视就对啦。当然，今天打电话进来捐款会有非常好康的回馈礼哦，来看看有些什么嘞？有什么好康的回馈礼呢？今天呢，你只要捐款900元就可以获赠好事年年的帆布书包，放平板电脑很合适。是哦，有绿色跟红色可以选择。捐款2500元可以获赠江蕙《戏梦》演唱会 DVD， 完整收录江蕙2010年演唱会30首的经典歌曲哦。捐款3500元回馈您由王小弟老师指导的公式连续剧《刺猬男孩》6片 DVD 收藏版哦，以及可爱的如意马抱枕。捐款10000元可以获赠李纯仁老师的作品《琉璃一瓷壶足》，象征招财的貔貅，代表吉祥的寓意哦。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吧。你看现在电话线满线啊，就知道爱看公视戏剧的朋友啊，真的很棒，真的非常谢谢你支持我们公共电视啊。02633992，02633992，别忘了捐款挺公视，做好办公室。